王周杰伦与昆凌结婚后育有一子两女，而他在照顾家庭之余也没有忘记粉丝们。日前周杰伦官方惊喜宣布，嘉年华世界巡回演唱会将会在8月至9月进军中国的多个省份，12月底会飞往海外国家，包括伦敦、巴黎、雪梨、墨尔本等地，共计10场演出，预计将会唱到明年4月份。此外官方也附上了周董的演唱会宣传海报，帅气模样再次迷倒无数粉丝。这个好消息公开后立即掀起歌迷们暴动直呼，终于等到周董了，已经快等到天荒地老了。同时还有大批台湾粉丝强烈要求周杰伦也在台湾开唱，激动地表示在台湾演出至少也要唱一个星期吧，足以可见周杰伦的魅力啊。